今天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用的扫帚它是怎么制作的。首先，我们老板在印度买来这样的专门做这个扫把的机器，这台机器非常先进，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卖的，花了35万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的扫帚直接就可以做成成品了。再有这样的师傅，把这样的铁丝、这个铁渣给它绞下来，这样的扫帚一天可以做200多把，这一把就比原来我们用手工制作快了好几倍。朋友们看到了吗？把这个竹竿放进去，这样自己就可以捆绑上了。这样的机器确实很先进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师傅他不单可以做扫把，还可以做这个笤帚。这个师傅做的是笤帚，朋友们看一下，很方便。这一下就出来了，几分钟就一个。老板说，这样的机器千万不能让别的同行看到，怕别的同行和我们抢生意。朋友们，你们见过这么先进的设备吗？老板说，这样的机器利润很大，所以给我们涨了高工资，一个月4500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的笤帚做了这么多。